在 NBA 总冠军赛里头，一次飙进了有27颗三分弹的 Danny Green， 他不但打破了 NBA 史上单次总冠军系列三分进球数的记录，当然也因为他好好表现，替自己打出了高身价。他第一次来到台湾，不但替3对3斗牛总决赛来加持，也在球场上飙三分球，让现场球迷看了是嗨翻天。NBA 总冠军赛打出身价的 Danny Green 首度来台湾展现最著名的三分神射，现场球迷好疯狂。Green 在总冠军赛飙进了27颗三分弹，打破 NBA 史上单次总冠军系列三分球进球纪录，你让他出场爆红滋味。I'm wanting to be the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. I didn't say, you know, I just want to be the best this or that, or I just want to be a shooter.Green 替3对3篮球赛总冠军的选手加油打气 ，Green 亲自来台加持，就连印第安纳溜马拉拉队也来台湾展开为期4天的台湾行。热力四方的活力让台湾球迷见识到 NBA 专属的热情魅力。